当我在人多的地方叫喜欢的人老婆。你不是说找你闺蜜吗？咱俩来这儿干啥呀？我先点两杯奶茶。啊。你好，两杯奶茶，然后需要什么？两杯奶茶不加冰。我老婆最近身体不好。对。嗯。我一会儿来取了。啊？干啥呀？干啥？追我干啥？这么多人，瞎叫啥呀？我瞎说啥了？你不来大姨妈了，不能喝凉的，咋了？那你说啥呀？你刚刚管我叫啥？啥也没叫啊。咋？你是不是管我叫老婆？嗯，这，啊，老婆。病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我闺蜜可搁上面了，你一会儿别给我瞎叫。王老师，你帮我拿下来，我系鞋带。哎，老婆，你等我一会儿。我在小吃沙天陪你，等我一会儿啊，走了、啊。谢谢老婆。等我一会儿。喂喂。Hello， 你好。我朋友。不烦。不烦。哎。咋这么瘦啊？差的没人甩你啊！减肥呢吗？不。那老婆，你帮我拿点纸呗。嗯。我闺蜜在这儿，你瞎说啥呀？嗯，不好意思，叫圣旨呢。没事，我也听不见啊。你这不是他开玩笑呢，他这人就爱瞎说。我去厕所了。行，上厕所。啊？你啥情况啊？赶紧跟我说说。我和王老师这，你懂不？懂。小姑娘害羞是不是？对。啊？啥事儿？行，有没有？你现在咋瞒着我了？你们俩都当姐妹了？没有啊。那啥，我先上个厕所啊，你俩先唠着。你等会儿啊，老婆。